么一个这样的早晨，太阳照常升起，复旦开始了它新的一天。是1905年成立的，当时的校址在五松。我们为什么能够在平凡的事物当中创作出伟大的艺术作品来呢？因为我们有那样一种深广的心灵。在系统转换的时候，两幅的画就。这是要牵涉到在系统转换的时候，两种。极好的形象的记忆点，善于在日常的形象之间，发现他们之间微妙的差异。他应该讲大力的推进本科教育的改革，其中的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加强。同学们，这里是我们的理科图书馆，在邯郸校区我们有两大图书馆，一个是我们著名校友陈天桥曾经住过的寝室。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？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。在复旦，每一个这样的瞬间都放飞着青春的梦想，每一缕崭新的阳光都成就着永恒的辉煌。